Supergirls 的赵慧珊日前在社交媒体分享了自己的童年照，在相中的她的高度拍摄的时间应该介乎一至两岁之间。照片中的赵慧珊穿着一条波波点的短裙，背靠着栏杆，眼仔碌碌地望着镜头，还剪了一个男仔头，非常英俊啊。不少网民大赞她可爱之余，还留言说女大十八变啊。